特别用另外的字，就聚在家里的那种感觉，就像现在大家这种情况。那这是一个你们刚进来会看到一个黑板的，那这其实是一个开放的一种表演方式。我就不管你会什么样的演出，即便是一些行为艺术啊，或是你要说相声哦之类的，你只要愿意表现自己的话，都可以在那个黑板上填上那个名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放三首歌的时间让你表现这样。那如果你要玩乐器的话，就是可能需要自备，然后我们有提供这个手鼓跟这个 keyboard。所以如果现场有朋友就是还就是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，然后你又想表演，都可以赶快到那个外面的黑板上去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好，然后我是主持人，我叫志威哥哥，我先带来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。这首歌是那个张三的歌，我们第一次唱，试看看。我们要飞。